当兵回来了，哎呀，那，耶，当兵回来了，你看，叮，OK，当兵回来了，那我们就来，那，耶，当兵回来，那我觉得当兵回来了，嘿，当兵回来了，Jesus Christ，那当兵回来了，那当兵回来了呢？现在当兵回来了，结训了。现在当兵回来结训了。那个当兵的记录生活影片呢？我还在生，因为还蛮多的，因为我16个礼拜。那个当兵的影片，我已经结训了，退伍了。那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那我还在生我们的当兵生活影片，就是我每一个礼拜回来，我都拍一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有点像日记的概念啦。我现在已经退伍了，我现在已经退伍结训了，那我觉得，那现在呢，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当完兵了啦。那现在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已经当完兵了。那现在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已经当完兵了。那我觉得，那现在已经退伍结训了。现在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是已经当完兵了。因为现在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是我已经当完兵了。那我觉得。现在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是已经当完兵了啦，所以，现在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我已经当完兵了。那我的当兵生活记录影片，因为像日记的部分，就每一个礼拜我回来，每一个礼拜都有休假啦，那我就会回来拍一个那一周到底在军营里面做了什么事的影片，所以有16个礼拜，15支影片，我还在生，快要生出来，就敬请期待一下。那今天要来就是分享一月做的事情，就是一月啊，拍了几支还开心的影片，然后就过年，然后就开心玩，就一月的生活日常啊。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是已经当完4个月的奇怪的兵。那我有16支影片，就是有点像。那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是已经当完那4个月的八辣兵之后，我还有15支影片，16个礼拜15支影片要剪。就是我每一个礼拜休假，我就是休息那2天，我就拍一下。那一个礼拜到底做了什么荒谬的事情？那个影片，神奇当兵军营的影片还在生，应该快生出来，因为我硬碟快爆满了，所以我要赶快把它生出来。那今天这一个也是因为硬碟快爆满，所以我要赶快把这个影片剪出来。这个就是一月做一些酷炫的事情，反正就拍一拍影片啊，开心的影片，然后就，Jesus Christ。那我已经退伍结训了，就是已经当完那4个月的打扫兵了。那还有15支影片，16个礼拜15支影片的，就是当兵生活要剪。因为我每一个礼拜回来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一个礼拜做的一些很荒谬的事情，全部都把它讲出来记录下来。所以就那有点像纪录片的东西，日记纪录片的东西还在剪。那因为我的硬碟快爆满的时候，要赶快把它生出来，所以应该最近就会生出来。那这一支影片也是一样，就是生活影片，一月的生活影片，退伍之后的生活影片，就是有拍了几支影片，开心的拍几支影片的幕后啊，然后还有，就回南部，回台中、高雄就玩一玩，这样子各种开心荒谬的事情都来跟大家做分享。